最近吕慧仪是非缠身，先是被指闹走公司的娱乐主播，跟住又有知情人士爆料说他成日虾啲特约演员，仲同张景纯在化妆间的 VIP 房密会三粒钟，搞到男方都嬲爆，在 IG 发长文反驳，但阿蟹本人反而冇乜嘢。哎，咁我觉得即系都喺呢行做咗一段时间仔，咁啊都大概知道噶啦。同埋有新闻都正常嘅，咁即系。又呢排靜靜地個市面又冇乜活動咁，同埋我覺得最緊要就係、是大家做嘢啊，即係同大家做嘢又好，即係喺屋企又好，開開心心最緊要咯。係我好開心，即係佢哋每個都好錫我，即係同我一齊開工嘅人咁啊。同埋我覺得而家啲讀者係好醒嘅。即係佢哋係好聰明嘅，你睇完我，我有時會食下花生，我有時會得啖笑咁樣。咁同埋我又好少留意呢一啲新聞啦，因為其實每一日都開工啦，跟住放工又翻去睇屋企啦，陪下我老闆啦，教佢嘢。你知佢而家冇翻學，咁變咗好多時即係要教佢嘅嘢變咗係我做噶啦，即係教佢筆畫啊、寫字啊、計數啊咁樣，所以我都冇乜時間去睇呢啲新聞啊，唔緊要咯。